那三尾是生虾吗？对，野生的海草虾。我们要生吃它吗？没有，等一下会帮你上炉子，然后焖四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用焖四分，下面铺的那一层是什么？海盐，然后里面看得到的现在是八角跟花椒。哦，所以会有一个香味，有一个香气，对。哇哦，好期待这个！厉害，真厉害！我们还有那一道，小章鱼，小章鱼，一人一尾，一人一尾，哇！大手笔，这个是怎么做法？直接用我们的鱼露清蒸，冲上面泼点热油，这样可以。其实做海鲜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就是火候拿捏，恰到好处这样子。嗯，好新鲜哦，小章鱼是吗？嗯，对。它肉很细，嗯，它肉很细，它刺吗？这个有刺吗？刺其实不多，这是台湾海峡抓的，台湾海峡抓的，西北方，然后跟螃蟹是同地点，有时候我们抓螃蟹会抓到这个鱼，可以万里白鲳吗？啊，也可以这样讲，万里白鲳。现在已经闻到它的那个虾的味道，哇！哇，好香哦！你说这是什么虾？用什么虾去烤？哦，野生的海草虾，头部的膏都可以享用，精华。对，那如果自己吃的话，就尽量避免。太烫吗？还好，还是很烫。你不敢抓活的，但你蛮会抓。钓头钓鱼或者海鲜。是的。虾子肥不肥，就看它的。脖子这个啊，脖子这里，哦，看脖子啊，哦，这你也懂啊，真的很好，哇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吃，竹喜，哦，这边有蛋呢，你有蛋，哎，你有蛋，哎，你的有哎，哇，有 ，lucky lucky， 那个是蛋，那个头可以把它掀开，从那个上下，从那个尖角那边，哇，好 Q 弹的虾子，好吃，它的蛋竟然是鲜甜到真的是带甜的味道，对，真的新鲜的海味应该是这种感觉，没错的，真的是鲜甜，鲜甜真的就是鲜甜。哦，这个肉好棒，嗯，所以他不想讲话了，对，满足，满足，满足，你的螃，哎，你螃蟹还没开始呢，嗯。还没开始表演，我很期待看你吃螃蟹。对啊，螃蟹要工具吗？不用，因为它们腿是软的。对，不用啊。好贵，然后这虾大到咬下去，我牙齿很好啊，这很厉害哇！拿是钳子给他吧，钳子我会觉得压得太过重了。对，哦，这有讲究是吗？让肉糊掉，对，肉糊掉，像这样子就糊掉。这也不能全部喷给摄影师，好厉害！我根本不会吃螃蟹。但你吃有吃到肉吗？有啊，我吃壳比肉多。对啊，我每次都会吃到嘎嘎嘎，然后咬到一堆壳这样。他很会吃啊，专业的，真的专业。哇，一点都不放过！哇，好会吃！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，好吃。因为它其他的脚部分其实可以用吸管的方式吃。哦，吸管。你先把它两头把它拔掉。哦，然后就这样吸出来了。对，吸出来，两头开掉了，吸出来。那是它的筋膜，不是？对。有吗？哇，有啊，可以耶，因为它够新鲜。哇，好吧，螃蟹是用吸的啊，就吃螃蟹，我吃面包吧，有什么了不起？I'm gonna give just a little, take just a little. Do you walk across the floor and back to me? 哦，哎，阳光输奖，有人输了，输了，输的，我们也只能按照就是这个游戏规则跟制作人的指示啊。第一道菜叫瓦斯啊哦，请帮你们开火。开玩笑了，观众不要吃瓦斯哦。这是什么？剥皮辣椒鸡汤啊！哇，剥皮辣椒鸡汤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哇 ，I like it，I like it，I like it。哎，下一道菜哦，来喽。这个是江苏蛋。江？哎，开玩笑，没有了。那个是，等一下，我遇到烂蛋的。飞鱼软。火公蛋，烘蛋，火公蛋，对，那念烘啊，烘
火共，它就是烘啊。不好意思，它不是，你不能分开念啊。猜太快，不是因为它是分开写的。真的吗？我看，怎么会是火共蛋？真的是烘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这边还有一道菜哦。那什么菜？那个很简单，叫卡巴笋。咖啡顺，这都是有机的哦。乌仔鱼一夜干，不是不是牛仔，乌仔吧？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牛仔鱼啊，乌仔鱼，哦，乌仔鱼哦，就是我们俗称的乌啊啦，乌啊，来，乌啊鱼啊，乌啊鱼啊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一个叫乌鱼子的，鸟鱼子，乌鱼子，鸟鱼子来了，好美的鸟鱼子给你们吃。这是鸟鱼子，对啊，里面写的乌鱼子啦。其实你说要叫两个外国人来念中文，我觉得他们是很厉害。对啊，尤其贾斯汀的中文非常好。这个很熟，武阳也是，他就对啊，武阳自己家里混血啊。你看他们中文都很厉害。这样，来我点啊，你先尝。我可不可以就用手？因为我还是很喜欢，我还是很喜欢手指食物的感觉。配水，我吃过配苹果，我也吃过配苹果。水泥我第一次，哦，常常看到野生乌鱼子。乌鱼子要吃野生的，对，很棒，棒棒。这嘴一张，哎，再来一个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刚只是因为棒棒，然后拍手。嗯，不是叫你，还没。来，我们要再，我们菜已经好了，已经入境了。不，等等，不要，已经过去了嘛，已经过去了，好，来过。来，哎，我已经拍手，你又不过来。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员工。我很有个性哎。野生过的猫。我不吃猫肉，我真的。野生过的猫。野生过猫。贵喵啦。这个是贵喵。贵喵。这一类老菜。这个是我们的姜白白的一条犬。白白的犬。姜白白的圈。老板，套丢啦。套丢啦。他那个是套丢嘛。因为我很想吃这个过猫。这个是在过猫，我也很。这个生态圈也需要。这是过猫哈，过猫也需要。才会好吃的。对，它这个哈，完整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。这个。很嫩，你一定要是用手，我非常棒。哎，你用，我，你等嘞，头家要讲故事，你稍等嘞。哎呦，头家要讲故事。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就是今天种稻，是种茭白笋嘛？对，所以说有水的地方就有螃蟹上来。是的，它现在生态的话就被破坏掉了。是的，为什么会被破坏吗？为什么？一些鸟类栖息。准备攻击这些螃蟹，啊，小苗上来就被说就被吃掉了，被吃掉了，就没有办法，它上来的几率很少了，所以要驱赶这些鸟。那有试着想要在那个你的池塘旁边放稻草人吗？他就在那边那个稻草人，哎，你这个稻草鸟就不敢，不是你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老板是老板说好的。Kim 老师，请上音乐，请开始表演。这盘子很大。我说实在，你们不要让他们这样输啦，他们输一次就变这样了。我输的就开心了。我会觉得好像很心疼呢。心疼吗？你还心疼吗？哇！来了，重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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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太棒了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来教一下，教一下，吃最好，但是吃是老大了。好，来教一下，教一下，这个螯先给它。夹崩红这段嘛，他们要来讲，螯先拿掉，螯先拿掉。来，好来，这个肚脐啊，肚脐有没有？哎，剥开，剥开关节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吃。来，哎呦，没有吃哦，有没有肠子？没有，它就黄了。没有哎，真的没有。这都经过屠杀过的。嗯 ，Oh my God， 来。哦，这个好接哦，我还在搞定这个生意，要从这边要下去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吃的。啊，再来后，我也是这样。哦，再来的话，这个肺部有没有？这个要剪掉，剪掉是不要吃的嘛。剪刀的作为是这样嘛？对。哦，螃蟹啊是属寒，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。螃蟹啊是属于寒冷的食物，公蟹属寒。哦，公蟹是属螃蟹也是啊。没有，螃蟹分公母，公母比较燥热。母的会燥热吗？燥热。母蟹人家撇在这回来是吧？哎，这个有啊，对。然后红鲟有没有？它都是蛋嘛。对，很多坐月子就一天一只螃蟹。它吃它比较不会掉头发。螃蟹对，不会掉头发。真的，坐月子不会掉头发。不过你看这个蟹黄真的好漂亮，蟹膏。我还喜欢它的，它的公蟹叫膏。我来，看老板刚讲的，我就是五大厂。他说蟹黄跟蟹膏是一样。老板说蟹黄蟹膏一样啊，一样啊，一样。因为它蟹黄转换成白膏嘛，对，膏嘛，对。它刚开始就有蟹黄，再来的话衍生下来就是膏。
它高的话，到最后的话就没了。公的是胶原蛋白，它是它的精液嘛，它交配完就没了嘛。等一下，你可以不要，你不要讲直接的学名，我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你一讲，我觉得我刚喷下去好像。那胶原蛋白啊，养颜美容啊，有什么不好？到目前这样的境界，就是哦，我就只吃蟹膏了。我本来也打算这样，我们就只吃蟹膏，但我现在有点。不会，没事的，一起干嘛？来 ，Cheers！ 吸进去。哎，我也有哎，这里 ，Cheers！ 你们怎么这么 Cheers？ 哇，贾志军有没有？来，这边，我们再给你。对，帮你准备好了。重点不是在这里哈，吸进去要稍深呼吸一下，那味道的话，直接甜哦，哦到你的脑门。有，很浓郁。对啊，真的很浓郁。嗯，它好像比较浓的南瓜。哎，有一点它不平的海鲜南瓜。海鲜南瓜，有点香香。有没有？香香的味道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又多了家，升天的感觉啊！太好吃了。刚刚的辛苦，一瞬间值得了。刚刚手在怎么流血，怎么被弄？对啊，没关系的，都值得。贾斯汀，你哇，真的都黄的。对啊，都是黄的哎，为什么你会嘴巴这么黄？我刚好见黄，哎，真的，豆哥刚刚帮我剥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厚厚的一圈呐，都是蟹黄，厚厚的一圈呐，这个有一点点黄黄的，来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被欧银夸了，你个看玩意儿，哎呦喂啊，洋洋，哎，我还总在叫呢，哦，加购，哎，真的好甜，为什么会这么甜？哇，丁丁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喂你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么觉得？我觉得你会。从早晚一定会啦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刚其实还蛮怕的，他刚怕我说了，他舌头一先把他怎么样？我不给他也不行，他已经把我舌头。而且我刚刚还。I'm having a good time. I'm having a good time. Girl, you like the crown on my head. We can have a good time.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来，现在是我们怎么样？快乐时间，快乐，对 ，Happy Hour。Yes。现在呢，这个都是我们南寮海域的生猛海鲜，对，哇，等渔船回来什么，我就卖什么，就客随主便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让你们清楚。不要吃了不明不白。对，不要吃了不明不白了。好，那因为刚刚我们去帮忙渔船，那船主看你们那么努力，所以他有送我们乌鱼。哦，乌鱼。那我们加上我们新竹最有名的米粉。好。乌鱼米粉汤。哇，乌鱼米粉汤，棒！我还要推荐你们吃一道我们以前造船吃的料理。是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沿海只要好的天气，其实是啊，那个白带鱼非常多。白带鱼，我们用这个甜的肉炒的，我们用麻油提一点姜片。哦，我们南寮道地的乡下口味，乡下口味，对，棒。还有什么继续讲？你指神仙的地方，指这种？哎，还有什么？我以为你说要打住了，原来不对，没有，因为他如果指这边，我就想没关系。但他指那一边那个，对对，还有什么？我说红烧肉，还有那个大蛤蜊，大蛤蜊，奶油贝。这个放旁边，你们辛苦一天了，谢谢。你还加油，人家干杯的时候，他都喊加油。我以为是第一次，我跟着你们有默契了，好开心，加油吃东西。而且这就是你刚说的三个酱，对，三种酱，五味酱，对，沙拉酱，然后瓦萨比，我们南寮渔港的套丁。好丢，对，好丢。来，但是在吃之前，是，要稍微那我来，来，哇，这什么？一个哦，不然吃嘞，头足类，有时候会分不清楚，海洋生物。那我们呢，稍微让大家认识一下。好的，是啊，我们现在吃。考试，我光看我都知道他们都叫什么，看到清楚没？你看，湖鱼。长得像老虎哈，哎，灯泡鱼，哎，火箭鱼，哎，再来，
小的火箭，还有，就另外一个灯泡鱼了。不过没有，不过它讲错有道理，因为这几样呢，其实它看它纹路是可以分出来的。我们现在要吃套丁，那哪里？套丁在哪里？套丁，要找对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知道，你们知道。所以这个是我可以再生在皮片，因为这是最简套丁，是最简套丁，真的是最简套丁，大家都知道。真的知道还是假的知道？第一张给他试试看。套丁太简单了吧？真的太简单了。你们说你很知道啊？不丢，对嘛？是不是？太简单的啦。那我们等一下，你看花枝。维基，你知道，这你知道，这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觉得我知道。好，来，请用。因为我之前在淡水，我很喜欢吃、那個。如果错的话呢？如果说这一道就不能吃，敢不敢？还有其他的，对不对？还有。我了，哎，对了啦，哎，可以，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吃下面那一道，你可以吃下面那一道，这一道我不能吃，答错了，你可以吃错了，花枝，你再看，很特别，没有，很特，耶，没错，我要你那个那思维是最像花的是这个，耶，答对了，花枝哦，对，跟花枝同类型的，那叫做软丝，好，软丝就很软。软丝，再来，你看下一道你还能不能吃？对，他会不会到这个就没了？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给他再一次机会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他这一次答对了，照吃。所以你说这个软丝是跟花枝长得很像哦？花枝有壳，软丝没有壳，很明显了啦。很明显的，非常明显。就感觉。可以。加油！可以吗？可以了。中间的软丝应该两个嘛，对不对？两个，下面那也是软丝，因为他一直跟他接吻，那也是一直跟他接吻，所以我就选择他。好，小卷，小根啊，小卷，他是料理之王。最后我们就把这差不多拆完了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料理之王嘛，花枝嘛，软丝，这是软丝嘛，对，这软丝，这两个仔细看是有不同的啦，颜色，它是整只这个三角，然后这旁边这个是透明的，对，所以小卷是这个啦，这是鱿鱼了，错，我跟你说小卷这个，哎呀，中了，你听着我差一点你就不能吃嘞，小卷那是鱿鱼啦，鱿鱼啦，把它完成，对。好，你刚才差点黏住，你看二姐跳。但是真的哦，观众朋友，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下，因为很多人真的这些是分不清楚的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吃的就是透抽了，套丁。来吃一下，紧张一下。我想先吃个原味来着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这个是有猪过吗？还是烫过？烫过的火候也很重要。好新鲜哦。对。然后其实它外面有一层膜。是要撕掉的，它皮是要撕掉。这种比较不会，那个花枝要，花枝就要。好哦，今天我们麻油。我们南寮这几天很好天气，抓了很多乌鱼标，用一点点麻油啊，用一点姜片蒜苗。这么简单。乌鱼标是乌鱼的什么部位呢？我们不要讨论学名，好不好？你们猜猜这乌鱼什么部位？你吃是公的吗？部位，你试试看，来，你先试试看，好，很好吃，很难得的东西，这是鱼里面的一个东西，鱼，这是很高级的东西，那口感像豆腐，吃吧，好，先不要选，不要吃吧，好好吃哦，这是豆腐，有这么痛苦吗？不是臭豆腐啦，乌鱼标啦，不知道不是臭豆腐，乌鱼标蛮香的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要用那种麻油把它煮到入味，鱼的蛋蛋啊，公的叫鱼标，鱼标，母的叫乌鱼子哦，公的是鱼标，母的是鱼子，又来了。哇，这个专门给造船师，专门给造船师吃的。哇，你干贝白菜做的吗？以前乡下地方没什么好料，哇，然后家里有什么样的，像这种蓬葵啊。啊，有什么酱？哇，蓬葵、香菇、白菜、鱿鱼、干贝丝。哇，赶快要吃，受不了了。它那个是原汁。哇。白菜卤本来就是很好吃的，然后吃那种港边的白菜卤哦，那个海味又很足，整个提味起来好棒哦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为
为什么你海鲜店还在卖？卖一个白菜肉，一定要，因为白菜本来是甜的味道，它煮了汤以后，这汤里面就是海鲜的海味跟那白菜合在一起。哇，在冬天用早餐吃应该。你早餐这么 heavy， 就是感觉这早餐太 heavy 了，因为我们南方人都会早餐，我们吃的很补，这就山珍海味啊。对呀、啊。超棒的、啊，因为我吃蹦回配上它的汤汁，哇，这一道真的吃会感动哎、欸！光这一道饭来白菜，我应该就要再做好几天的重训了。哦，就是来，好那个白带鱼，麻油白带鱼、没吃过这一道白带鱼、完全就什么是白带鱼？因为我们沿海只要白带鱼，你记不记得？有白带鱼就会游进来、嗯，像这种我们南寮白带鱼，差不多在三指。沙菜，对，这个季节嘛，这个季节，再往后一点可能我会有到柿子上就油带，那是油带，对，下筷子啦，下筷子。以前的那个造船师必须，因为我们都做得很出众、這個，所以都要非常下饭、啊，就整片是这样拿，整片是这样拿，整片拿，整片是蛮大一片，对，羊排高郎就是好，铜牌，铜牌，麻油啊，我们在家里都吃都一小块这样炸，然后煎的，一大片嘞，嗯。我不知道白带鱼可以这样做哎、欸。我自己家里就是手养干煎，应该算是有先炸过了，或者煎过嘛。煎过以后，然后再在麻油汤里面去煮啊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它整个吸附那个汤汁。白带鱼的肉本来就很细了，对，这样一吃进去那个又细的那个肉啊，里面都是麻油的香气啊，哇，好赞哦、喔。因为我们这边会比较不一样，就是渔船回来。就做什么样的料理？对，好，来，奶油贝。好，我们打开喽。哇！看到了吧？哇！为什么叫奶油贝？但小心烫哦，奶油贝，小心烫哦。这也是一种期待。我每次那个有国外朋友回来，我就很喜欢看他们吃他们没有吃过的台湾的一些好吃的东西。你应该看到开心。你怎么了？烫对不对？没事，烫乌鸦。还是他叫到你了。没事，哇，好赞哦。爆汁了！为什么叫奶油贝？知道吗？它是一个海鲜配奶油的感觉，这是很甜的一种贝类的东西，对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这个要趁热吃。好，趁热吃，来，真的小心，自己来，直接加可乐啊，加。而且不一样，我们吃完这两个，我们可以跳舞。啊？什么可以跳舞？不能 mango。那我要试试看这个米粉汤了，好不好？通常这是做白鲳鲳鱼米粉汤。对，鲳鱼米粉汤。那因为我们季节什么样的鱼？对。最主要是它那个汤头。这乌鱼不会是今天那个另外一艘船送给我们的吧？对，就是，对。来，我们今晚住谁家？太贵了。对。开心吧？有没有辛苦的地方？有，一定有。但是有没有很幸福的地方？超幸福。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啊！虽然我们也被玩惨了，不管是铺路的时候啦，或是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啊，是心里是稍微有觉得哇，这还蛮真的蛮辛苦的，还蛮硬的，蛮硬的。但是呢，回归到的是这种满满一桌的感动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什么那样辛苦过后啊，得来丰硕的果实，那才是最珍贵。对啊。也感谢你们，哇，就是个好地方了。而且我们今天的工作，因为你们，然后快速的赶快把它完成，他们呢就赶着去抓乌鱼，出航了，又出去了，明天早上才回来哦。明天早上只要抓到乌鱼，十点就回来了，满载而归，满载而归，平安。知道吗？我就知道嘛。OK。这个差太多了，你看我在用什么？下来啊！你看我在用什么？好，不要太低了。好，你那个油罐 flooded。OK。好。不是讲会烧，还佫叫用手捏。会啦。Oh my god， 这是，真的好好吃哦。Oh my god， 哎，但还卡住哎。你是自己打开的吗？你不要浪费它的那个纸啊。来。这个最有味道哎，它的那个格子跟纸，还有现在一点点什么。加点辣椒。
啊，是贵是贵是贵是，好好好。好辛苦哦，其实累累累的样子，真的就是，哎，你还没吃到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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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我站起来你要跟着站？因为不是我要喂你吗？你就好好的喂我啊！我好好喂你，我好好喂你。哎，你不要割我的嘴唇好不好？我不会割了我的手指，不要割我的嘴唇。你能不能不要那边喂被害妄食？是不是很好好吃哦？哎 ，It's really fresh and juicy， 非常非常的新鲜。Yeah， 然后再给你加一点，加一点 lime。好不好，肉你吃，汤我喝，可以。这个太好吃了！哇哦哦哦哦哦！你可以戴一个手套，没有个手套就不行。好像是好，这个大概五分熟，超棒，太棒了！对，这个吃烤生蚝啊，又依照你的饮食习惯的习性可以调整。好的。好，我先来。看不到，我叫头菜。你看，你要诠释一下你的价，如何？哇，哎呦，没掉！哦呦，快快！哎呦，才多少？好多吧？这太，那是太辣了吧？怎么样 ？Delicious。温布斯基多，是吧？是有丰富的蛋白质，所以是高钙。嗯，再加一个东西，然后高钙以后啊，就可以变成钙。大概就是你原本有九次的，一夜九次的，十次，一夜九次的可以变成十次的。你喽，第一张的钱，我们非常的不错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。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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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